唐飞师兄，为什么打人呢？谁叫你们炒的，我不能睡觉。我看你们再练十年的功夫，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回家去吧。你哎哎哎哎，表弟，表弟，干什么？师傅都说过了，这对敌人宽恕呢，才能是仁者无敌的嘛。啊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别走。哎呀哎哎哎，哎呀，表弟，你不要理这种坏人嘛。啊，你看你看，等我练成了这本神仙传的功夫以后啊，我就会上天入地，穿墙入室，哎，到时候啊，在世上就没有什么事儿能够难得住我的了。好，穿一次我看看。穿就穿。哎，乖啊，要合作啊，啊，乖啊。 师傅，你报仇心切，一个仇字迷惑了你，这样便适得其反。师傅，我也国仇家恨，自要给予长进，为的就是早日出山报仇。难道我苦练苦学有什么不对吗？是啊，师傅，其实谭志说的也有道理啊。我和表弟有血海深仇，所以他才会这么不要命的苦练。三角，那你为什么不拼命苦练？难道？ 你不想为家报仇，你们以为这么练就可以练出好功夫来吗？谭志，功夫如细雨润物，日长月近，急于求成，只能事倍功半。正因为这样，你的功夫才难以精深呢。可是，哎，其实老和尚说的有道理，像你这么没命的傻练，万一练出个三长两短的，人都没了，你拿什么报仇？少管，我今天。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功夫了得了？我，是啊。谭谦，替我试试你师弟的功夫。师傅，是，师弟，请。你先出招。 Thank you.
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表弟，算了吧，你打不过大师兄的功夫厉害。你少泄气！哎，不是，我是你的亲表哥，我能不向着你吗？我看那个老和尚是故意给你难堪的。大师兄，你刚才使什么黑招？谭之，问得好。谭谦刚才用的是八卦形意拳法。八卦形意？嗯，你知道这种拳法是谁所创吗？是南宋岳飞将军所创，为的是对付金兵。令尊戚继光将军为对付倭寇，精心研究岳家拳，使他更加完善。这是一种短兵相接的实战，是难得的好功夫，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弟子都能认真研修。嗯，表弟，你怎么连你爹的拳法都不知道啊？我这有点太丢人了吧。伸出去，步子压住，膝盖前抬，对，哎呀，伸直了，胳膊伸直了。哦，三角，三角啊！知道为师为什么给你起名叫三角吗？嗯，不知道。师傅，谭飞他私自下山了。啊？谭飞是佛门所救，我想。他不至于有背佛法吧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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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飞出卖了我们，外面有大队的官兵来围攻我们少林来了。孽障！谭谦，你马上命令武僧紧守门户。是，师父，佟大宝来得正好，下令打吧。你们听着，没有我的话，谁也不许动武。今天交出祭少正主，寺庙必毁。师父，何必为了一个祭少正，把整个北少林给毁了？哼，败类！佟大宝。哎哎哎！你要干啥？师弟，师弟，你不是要找齐少正吗？我在这儿呢。嘘！哎呦，好表弟呀，你这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走开！我哎哎！师父，下令打吧。佛祖，我被逼无奈，只有拼了。哼！杀！给我打！
起。传旨，快带他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！走！师傅，快闪！我中弹了，我中弹了！快起来，起来！你没有中弹，快点走！不要放了七小正！师兄，你看啊！大师兄，回去救师父吧！是啊，哎呦，表弟，那么多武僧都保护不了寺院，我们去不去送死？三角，你怕死，你走，我不走，别走！哎哎，师父的话难道你们都忘了不成？佟大宝想把北少林斩尽杀绝，师父想让我们突围。全是为了保全少林一条根，我们死不足惜，可就会让师父难过，会让佟大宝得意的。快走，大师兄！佛祖保佑，愿他们能脱离魔掌，绝处逢生。出血术，可以免你不死。火，孟四姐，想死吗？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不是一直想置我于死地吗？啊？那么我就先送你上路吧。已经逃出了五乳山啊！大师兄，我们不如在这先歇会儿再走吧。不行，天一亮就逃不出山了，赶紧走！哎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走！哎呀，大师兄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天又这么黑，我们就先歇会儿吧。啊，三角，走！大师兄，追兵来了！谭志，你和三角朝溪水那边跑。大师兄，我不能。别说了，赶紧走！别忘了方丈的嘱托。对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大师兄说的对啊，现在这种时候啊，跑得了一个算一个啊。大师兄要走一起走，不，你们先走，等我摆脱之后再和你们会合，赶紧走，是啊，快走，快点走。大师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等什么？让他们拼了！好，你们都不能走，给我杀！
总算是捡回一条命，哎，大师兄他们，你不知道怎么样了？哎呀，那么多的锦衣卫，他们陷进去，哎，我看是八九不离十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哎，你别生气啊，有话好好说呀。哎呀，他们要是死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脸活呀？啊，哎，兄弟。 你听我说，兄弟，我们能活着回来，那已经是福大命大了。如果你现在要是回去呢，那才是真的对不起大师兄他们呢。啊！我要去南少林，学好功夫，替他们报仇。啊！哎，兄弟，你真的要去南少林呢？你去不去我不管，反正我要去。哎，兄弟，哎，等等我！ 兄弟，我能看着你这往那火坑里跳吗？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兄弟二人呢，不如从此隐姓埋名，找个深山老林，凭我们学的少林功夫，占山为王，那不也挺好玩的吗？哎哎，你这哎哎哎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不做强盗也可以啊。哎，我们找一个有女孩的人家，我们去给她做那个倒插门女婿，到时候生意男扮女的，那也不错。你给我走开！你给我回去，站住，不让不客气。 哎，就当我没说啊！哎，就当我放屁行了吧？啊，你去做你的倒插门女婿吧。哎，我不要你这样的。哎哎，小心呐！我不要你这样的人呐！哎，谭志，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就算你生我的气，你也不至于往下跳啊！你怎么那么就走了，兄弟？啊，给我找，走。 香啊！哎，你一定擦了女人胭脂了吧？谁擦了女人胭脂了？这叫香姨，这是我老爹啊，用琉球商人手里头买来的。啊，你爹从倭寇手里买东西啊？我爹是生意人，为什么不能跟倭寇做生意啊？哎，出家人居然把这乌七八糟的东西带入寺院，你就不怕污染佛门清净吗？我是经过方丈特别允许的。方丈就允许你这个？啊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我爹可是这个寺院的大施主。 我来这儿可不是一辈子都当和尚的，我不管你真出家还是假出家，这种东西绝不能带入寺院。啊，这只香姨值三十两银子呢！哎，你还我的香姨，跑哪儿去了？啊啊啊！血血，从上面流下来的，快上去找！快，走走走走快，快点，走来，往上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快走快走。 哪儿呢？在这儿呢！快过来！哎，兄弟，醒醒，醒醒！兄弟，醒醒！请问，这是南少林吗？对。 大师兄，山通长老来了。长老，走路要当心啊！摔跤的人往往是头上长眼，我这个脚底下有眼的人是摔不了的。让我看看。
两个人伤得不轻啊。长老，您说的没错。不过不要紧。嗯，已经醒来一个了。对呀。醒来就好啊。圆照法师。啊，他是师父的师兄善通长老。圆照法师。你是。方丈，我是智疑大师的弟子谭智。你从北少林寺来。是师父让我来找您的。那你师父呢？师父和寺里的几百兄弟全都遇难了。什么？只有我和三角逃了出来。少林祖庭真的遭到了天劫。方丈，这是师父给您写的信。师父，您四大皆空，怎么可以落泪呢？你瞎说什么？如果真的四大皆空，无嗔无喜早就成佛了。正因为还有嗔心牵挂，所以你的师父还要不断修炼。起来吧，从现在起南少林寺就是你们的家。你们住在这儿就和住在北少林寺一样。谢谢方丈。戚少正至今下落不明，小的也内心不安。我们如果能多用心一点，他戚少正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，哪能像现在这样让我这么劳神费力。小的却已全力以赴。他戚少正除了能逃到南少林还会去什么地方？大人所言极是，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无处可逃，只能逃往南少林寺。他以为逃到南少林我就动不了他了吗？小子早想对付南少林寺，只是顾忌南少林寺是皇上敕封的，而且他们武功了得，小人顾不敢擅入。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有人在朝中向皇上递折子，急着为戚家申冤，他们也在四处寻找戚少正，急于找回那份血书。戚少正不除，你我早晚是刀下之鬼。你是说把南少林一块灭了？哼，这叫一箭双雕，斩草除根。你明天一早就回福建，我也尽快赶到，到时候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谭飞明白。苏子中阿罗发誓能持五戒，剃发为僧，皈依佛祖。谭智赐法号法正。谢师父。中阿罗赐法号法能。谢师父。为了尊重智一师父，三角仍叫三角。啊，三角就三角呗。谢师父。佛法宏大，佛心如海，善以待人，宽以待友，望你们能去恶从善，戒妄平和，普度众生。师父教诲，弟子们铭记不忘。阿弥陀佛。南派拳法最讲究腰马功夫，
拳拳打手都要以腰带臂，手脚齐发。好，你们开始练吧。大师兄，法正，你想领略一下真正的南少林拳法吗？啊，想啊。好，法爷，你南少林拳法对北少林腿法，点到为止。是是。不就那两条腿长得长一点吗？只能练一下他那两条腿。我看他腿不是很长啊。师兄，得罪了。你们看，法正的第一招叫连环鸳鸯腿，这种腿功力量很大，发劲也很狠，很难破解。你们仔细看，他的第二招叫北少林长拳，拳脚相辅相成，有道是变生众，众生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住手！师父，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法言，我想在寺里开设北腿房，由法正教授北腿功夫，你看怎么样？师父，我看等他们练好南拳之后再开北腿房也不迟啊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北少林的四条腿来了。你看四条腿。各位师兄，师兄，哎，你们两个也露底下给我们瞧瞧怎么样？对呀，对呀，昨天那底下瞧瞧如此吗？想领教一下是吧？来呀！哎，三角，哎，亮你们也不敢。哎，过来见见我们的拳王。什么狗屁拳王啊！哎，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，进拳房得先拜拜我们的拳王。对，拜拜拜拜拳王。他是拳王。哎，什么狗屁拳王啊！就连大师兄那几下啊，那在我表弟面前，嗨，也只配给他提鞋。说什么？什么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兄弟，行了，今天你不用管，我倒要领教一下他这个拳王的厉害。三角，三角，三角，好，好，好，三角，好，好，三角，三角，哎呀，哎，三角，三角，三角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师兄，他打得好啊。师兄，我们甘拜下风，还是吃点我们练练南拳吧。法正，如果我们不跟他们打，那不是丢了我们北少林的脸吗？那不说明我们北少林不如他们南少林吗？哎呀，三角，法正，我知道你口服心不服，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比一比呢？师兄，法正已经说甘拜下风了，我看你就算了吧。等等，你说算了就算了，我这人金口不开，开口不改，要不你跟我比比？哎，师兄，你可我两只胳膊，人家才一只胳膊，怎么跟人家打呀？你，好，那我就让你一只胳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让你一条腿，怎么样啊？啊？法令师兄，你欺人太甚了吧？我不可以了。法正，你就忍得下这口气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南少林的拳房，不是百姓家的马圈。要怪，有个大师兄管教无方。三角，你说我管教无方？那好，我现在罚你们睡等一个时辰。
如果谁灭了香，就再罚一个时辰。顶住！走，走，走！哎，大舅，大舅！哎，各位师兄啊，今天啊，北腿房开张，这北腿房可是师傅特意设置的，咱们赶紧去看看吧。走，哎、走啊！走走走，去看看去。哎，大师兄，那看我干什么？想去就去，我绝不阻拦。那我们走了啊！我们走啊！我们走了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哇！哎呀，好棒哦！哎呀，来吃西瓜喽！来来来，吃西瓜！来北腿房练功，吃西瓜！哎，吃西瓜了！来来来，吃西瓜！来北腿房练功，吃西瓜了！给给给，西瓜，吃西瓜！哎，你的，来来来，吃西瓜，哎，好甜，好甜哦！吃西瓜，大师兄，吃块西瓜。我们吃。练功就练功，何必搞这些小恩小惠？这不是少林的做法。就吃块西瓜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什么南拳北腿啊？好像我们南少林的武僧没长腿似的。不就腿长得长一点吗？不管是拳房还是北腿房，要想立得住，就要靠真功夫，不是靠这些旁门左道收买人心的。法正，师父叫我们要取长补短，今天我过来就是要讨教讨教。大师兄。阿弥陀佛。师父。师父，你们在吃西瓜。佛祖说水到渠成，万事开头难嘛。就让老衲先领教一下你的北少林功夫吧。师父，这可不行啊。那有什么不行的？是。师父，得罪了。师父，你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啊。哎，如果有一天真的南北少林的武功融为一炉，你才可以这么说。师父，三十六房的功夫你都已经样样精通了，还要融什么东西啊？学无止境，功无止境。法正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。真谛，我懂。你不全懂，若想得些真谛，就必须先通晓三十六房的功夫。是三十七房。啊，师父原来是给法正吃偏饭呢。哇，师父对法正也太偏心了吧。哎，你懂个屁呀！在我们五个人当中，只有法正的悟性最高。师父这是慧眼识途，他后继有人了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南少林的方丈将来是属于法正的了。哎，法正是方丈。哎，那还不好，咱们这帮患难兄弟到时候再面弄一个二住持三住持，最死也当个大师兄当当啊。你们懂什么呀？师父这是对戚家小子的呵护。呵护？哎呦，哇，好，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哎，法正他们人呢？他现在可不一样喽，恐怕你这个大师兄都管不了他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师兄还不知道吧？
师父正急着把36房18般武艺传授给他呢。是啊，大师兄。哼，这懂了吧？棍与敲木一样，锣、杀、压、踢、挥、弹、按、起。师兄，现在看明白了吧？我想，师父肯定是想让法正接替大师兄的位置。师兄，我想不通师父为什么这么做。想来想去，师父他偏爱法正，就像当年五祖喜欢六祖一样，表面上说要传衣钵给大弟子神秀，谁知道暗地里却给了春米的小和尚慧能。大师兄，师父真有一天这么做了，以后悔就晚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这和六祖的事不一样。大师兄，你别傻了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就要趁对手羽翼未丰的时候把他们从这里赶走。师兄，大师兄，你住在南少林，为什么偏偏要练什么北腿？为什么？难道南少林没有腿吗？大师兄，我，你是瞧不起南拳房？有种的，拿你的北腿跟我的南拳斗斗！大师兄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就是过分。你要干什么？师父，师父，法言，你这哪还有一点大师兄的样子？师父，我能不能说句心里话？你说吧。我觉得师父，因为法正是戚继光的儿子，偏心法正，所以才不顾南少林的四规，要设立什么北腿屋。这样下去，南少林还是南少林吗？大师兄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如果师父真的看中了法正，那就让他当大师兄好了。哎，大师兄，法言，我只想让他好好教授北少林的功夫，什么名分也没有给他。法言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倡导南北相合吗？师父，好好好，等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。为了要分出南北功夫的高低，我要跟法正比武。比武？对，比武。南北武功本来是同宗，不应该有门户之见，只有武功与禅佛精神真正的融合，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，流传于世，发扬光大。我希望你们两个带着这种情绪去比武，才不至于失去这次比武的真正意义。师父，弟子明白了。你呢？我听师父的。你们师兄弟今天的笔法与以往不同，无论是南拳北腿还是南北交融的功夫，我要你们在棉布上写出禅武合一，胜负以写出的点数多少决定，也就是谁写出的笔画多谁为胜者，明白了吗？弟子明白。师太啊，还算精神，好好打，千万别让这个师兄失望。是，师太。嗯。法言呐，可不能低估北少林的功夫，一家都有一家之长，这回你可要把吃奶的劲儿全使上，别给自己丢脸啊。师太放心，我会好好打的。嗯。哎，若兰啊，你想谁打赢啊？那你呢？要问我吗？实话实说，我谁也不想让他们打败。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小滑头，你呀应该学我们师太，他就立场坚定，毫不含糊，他希望法正打赢。我是问你，又不是问你师太。那我当然跟师太一样了。你跟师太一样，那我当然跟师父一样了。真狡猾。我这是禅语。哼。现在比武开始。师兄请指教。师弟请。哎，哼！这，
大师兄。师兄，你来啊！你来啊！你来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南北比武并非分出胜负，而是通过交流达到南北融合。嗯，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好。师太，师太，法正，智一在为你高兴呢。谢谢师太。大师兄，你真棒，今天真厉害。大师兄，今天怎么了？明明可以打赢他，为什么非要让着他？你错了，是他让我。为什么呀？他悟性比我高，就这样。广信，我们居然把法正和五祖六祖的事扯在一起，现在都觉得可笑，我觉得脸红。嘿，师兄啊，可真行！我原来以为啊，你是不会让着大师兄的，结果你偏偏让了。我是一个从来不懂得让人的，也不肯受人让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这就是禅与武的和，相合。法镜，你真的长进不小啊！师太，你以为我悟性比你差呀？差不多。哎，你们说那么多，不就是一句话，禅武合一，可以打败佟大宝吗？法言，师父，法言，过来。法正，你们两个现在，把少林秃驴和那些倭寇全部一起给我灭了。是。看你往哪儿跑。全被炸死了，全都炸死了。大道君，你别忘了，我不要一片鸡毛从南少林飞过。我更何况你的人已经没有价值了，知道吗？
给我炸，给我拼命的炸！给我轰平少林寺！在我的手上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出家修行，以为自己淡泊世事，一切恩怨已冰化水解，看来我错了。对你这大恶之兄必要根除，不然佛祖都会怪罪。我已经灭了一个北少林，难道还灭不了你南少林？邪不胜正。师兄，让我先来会会他。师妹，让我来了结这20年前的旧账吧。少林那天起，我们就不再是兄弟，只有血海深仇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黄从容，我看你也去陪你的师妹吧。佟大宝，戚少胜在这里。
下无敌，天下无敌，我佟大宝天下无敌。小兔崽子，你还活着？天下苍生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。齐少正，我非宰了你！师妹，法正杀了佟大宝，你可以放心的去了。阿弥陀佛。法正，你带领师兄弟们
还俗去吧。师父，令尊戚继光将军还在等着你呢。佛在我心，我记住了。师父，我们永远都是南少林的弟子，匡扶正义，抵抗外敌，任重道远呢。少林禅武精神还需要你们去民间发扬光大。法正、法净、法能三教、法明，你们记住，只要心中有佛，在家还是出家，都不必拘泥行事。法净啊，师父留不住你了。可是师父，我还没学好呢。你悟性很好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了，你们下山去吧。各位师兄听师父的话，一路走好，这里有武凡在，一定能保护好南少林和师父的。若兰，法正，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带好他们。哎，师父，我可不走，我还等着长大受戒当大法师呢。我也不走，我要留在塔林看守师太一辈子。法言，谁敢说不走，用法杖打出山门。是师父。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因无所往而生其心，心本悟净，不可停留在一处，这就是你们迷惑的所在。何为见性成佛，你们还需好好的去领悟啊。因无所往而生其心，心净国土净。法正，你带他们下山去吧。